在16分音符的架构里面打12个音符，所以说一个小节如果四拍的话，听起来是这样：one, two, three, four。第一拍就一样是节奏，第二三四拍加起来是第12个音：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再一次：one, two, three, four。这样十二个音，在这个十二个音里面，我使用三三三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来喽，One。所以当成过门来打的话是。当然，这个三可以置换成任何一种跟三有关联的手法，像是 Swiss Army，那些都是可以用的。